哎，狗剩，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啊？我今天没什么事儿，哥。用不用帮忙？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哥，你歇着啊，歇着。哎，不是，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哥哥，哎呀，你药好了，你自己倒。狗剩，不是，你躲我干嘛呀？没事没事，哥。切，你这脸谁打的？是不是钟义堂？不是，不是哥。那你说，谁？嗨！陈先生，中国有句老话，叫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。我军的物资这次被共党烧毁，其实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哦。帮了什么忙？首先，我知道天津的地下党要破坏我们的雾凇计划，正好借此机会将他们连窝端掉。其次，刚刚从日本总部得到消息，我军将从唐山、沈阳和青岛三条水路向天津方向运送物资和设备。我军的行动无异于点燃了导火索，使天皇陛下看到了雾凇计划的紧迫性。我相信雾凇计划将飞速进展，陈先生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你就会看到雾凇计划在这场战争中起多大的作用。嗯，那我应该表示恭喜啊！我的任务完成了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呢？哎，陈先生不要着急，我需要你继续帮我留守天津，你对共产党的工作方式了如指掌，有你在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可是我已经暴露了，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陈先生，你住的地方布满了我们的人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，你还在担心什么？你们太不了解共产党了，他们什么都想得出来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哥，你回去吧。哎呀，黑娃哥，你还是回去吧，这一带都是五湖帮的地盘，咱们惹不起的，啊！哎呀，香烟，哎，你拿好，好，谢谢。包子，包子，热乎乎的包子，快来尝。卖香烟，我看你小子是没记性啊！告诉你要交钱，我看。你是记吃不记打呀你？不是，几位大哥，行行好，我这是小本买卖，哪儿有钱啊？求你们放了我吧！啊，放了他！哎呦，好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砸了！哎呦，你打起来了！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告诉你，我叫黑娃，明天有种到这儿来找我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走。走，你小子等着，你等着，等着。黑娃哥，我们快走吧。哎呀，真是这，没事吧？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，走吧走吧，走走走。哎呀，真是厉害呀，大快人心的。对，龙哥。一个人就把你们四个给打了，那小子实在是太狂了。我跟他说我们是五湖帮的，没想到那小子还补了我一脚。那小子出手实在是又快又狠呐，确实很难办。混蛋，在这儿让别人置气，灭咱们的威风。你们平时怎么跟龙哥混的？娘的！大哥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明天带几个弟兄。去灭了这个小子，别让他这种人坏了咱们的规矩。竟然有人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儿，那个人是谁呀？他说他叫黑娃。黑娃，行，你去看看。嗯，看看这个黑娃到底有多厉害。
快快闪开！闪开！都给闪开！闪开！闪开！快点闪开！昨天他们就是在这儿打的我们几个，给我搜！出来！出来！搜！出来！过来！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你个小子干什么？大哥，就是这个小子。哼，我看你是记时不记打呀，啊，血还没干呢，今天又来了，给我上！混蛋，功夫不如人家就想着抄家伙，给我下去。老大，别他，别多嘴，滚。是老大。对面这位兄弟好身手，请问兄弟尊姓大名啊？我叫黑娃。我打听过你是忠义堂唐四爷的手下，码头的老大，对吧？我黑娃不配与忠义堂有任何瓜葛。这位大哥，我现在只想在这摆个小摊赚点钱，还希望大哥能高抬贵手。好啊，黑娃兄断指退出忠义堂的事我是久有耳闻，今天没想到在我这地界上遇见了英雄了。这样，我们是不打不相识，双方都是性情中人，龙彪有心请英雄到府上一聚，能给面子吗？老大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下去。是。大哥，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？我龙彪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行。公公，云松图的事有什么进展吗？这回先生话，暂时还没有进展。还没有进展？公公不是说很了解云松图的事情吗？先生息怒，先生息怒。这云松宝藏的事当年也是传说，直到后来出现了云松图，才有人相信真的有这云松宝藏的事儿。
人保护你，请。谢谢先生。张公公，久违了。哎呦喂，李公公，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到这儿来了？张公公，想当年在宫中，您是最德高望重的画师，这几年不见，您住在这陋室之中，为何落魄到这种地步？哎呦，不堪回首，不堪回首啊！好在这一切啊都过去了。哎，张公公啊，这是？哦，这是我收养的孩子福儿。哦，张公公，我明白了，您是想找一个世外桃源享清福啊？享什么清福哦？这你我呀，都是土埋脖子的人喽。我呢，也年过古稀喽。全当这福儿啊，是我的亲骨肉，享享膝下之福罢喽。张公公的心情我当然理解，不过我这次来，有件事想请张公公帮忙。李公公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。我想请张公公帮我复原一幅画儿，不知张公公是否愿意出山呢？能为李公公尽力，我是义不容辞啊。嗯，不知道李公公要复原一幅什么样的画儿啊？张公公，何不随我到府上一坐，我展示给你看如何呀？嘿嘿，这张公公，请吧。今天啊，我心里特别高兴，认识了咱们的黑娃兄弟。你们这家也算是打出了缘分，来，你们几个敬黑娃一杯。各位兄弟，我黑娃冲撞了大家，我在这里给大家赔礼道歉了。好，爽快，是条汉。哎，你们怎么着？看不起黑娃还是看不起我？鹏飞。哎，黑娃兄弟的确够爽快。我鹏飞佩服了，我们一起敬他一杯，来来来，敬黑娃兄弟一杯，敬黑娃兄弟一杯，干了，干！黑娃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实在，暂时也没什么打算，就想做点小生意，维持个生计呗。也太屈才了吧！我告诉你，你这身手可不是等闲之辈。要不这样，来咱五湖帮吧，跟我龙彪干点大事情。龙彪大哥，不瞒你说，我离开忠义堂就是让朋友摆了我一道。哼，所以我不想再受骗了。你这样说，难道我大哥会骗你吗？不是龙哥，我黑娃，你也别说了。只要是你信得过我龙彪，你就来咱们五湖帮。鹏飞是咱们帮里的老二，你要是肯过来，这老三的座位可就归你坐了。
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卖菜的。喝吧。屋子里至少有30个特务，还有7、8个日本人，看来姓陈的是有备而来。是啊，他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肯定知道我们会行动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也不能干等着呀。虽然我们已经撤掉了所有联络站，但是依然对我们有很大威胁，这个人必须除掉。哎呀，看起来不能强攻，也只有智取了。怎么智取啊？我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。要能进去就好了。哼，根本就不可能。人呐，都是日本人安排的。现在除了这套房子之外，一切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中。这房子是谁的？这房子是韩司令的。哼，这个韩司令跟日本人一起在保护他。韩司令，也许我有办法。嗯。哎，哥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喝这么多呀？来来来，来哥，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哥，我想好了，这生意我不做了。我呀，我再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，咱妥妥避开他们。咱哪儿也不去。兄弟。嗯，哎，5万，哎，这哥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兄弟，在我黑娃最难的时候，你救了我。兄弟，我这儿全记着呢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黑娃吃的，就有你狗剩吃的。可是哥。这么多钱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哪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叫你拿着你就拿着，什么生意？别做了，以后就跟着我。嗯，美玉回来了。嗯，玩得开心吗？今天玩得特别开心。看把我姑娘高兴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嗯，天津最近不太平，少出去玩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先上去休息了。嗯。那缠绵刻在我心里面，一再见。我们的世界从此没有。
想你在身边，想念你的一天一天堆积成一年一年，燃烧生命时间，为我们爱情祭奠，收集你的一点一点，以后会一片一片，路上同作流年，佛儿，来来来，过来让我看看。嘿嘿，张公公，你来看看这个。哎哎，云松图，这就是朱允文暗藏了大量宝藏的云松图。这真是竹痴散人的遗作呀。你看呐，竹痴散人可是个传奇人物，画工了得，云松图暗藏玄机，暗藏着宝藏的位置，只有读懂图的人才能够找到宝藏啊。说得好，不愧是大清资格最老的画师。张公公，我这儿有几张照片，这次想请您来把照片复原一下，大家一起找到宝藏的位置，那就可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喽。李公公，我可不敢有非分之想啊。不过这掘墓盗宝实非一举，要遭报应啊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自古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我这把岁数的人再不想陷入这些纷争之中喽。你是不想，可福儿还小，你不会让他吃苦吧？李公公，您手下留情啊。张公公，只要你帮我复原云松图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但是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，那些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。在复原云松图之前，你在我这儿好好待着，事成之后呢，我必有重赏。那是近日，我天津驻军对共党破坏分子进行了清剿行动，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，共缉拿共党50余人。驻军最高指挥官韩司令表示，坚决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，将共党美玉清除。啊，爸，还没睡啊？干什么去啊，美玉？你以为你蹑手蹑脚的出去，爸爸不知道？你告诉爸爸，这么晚了干什么去？我约了文文姐姐，人家不是不想打扰你吗？哼，约了文文姐姐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你蹑手蹑脚的，爸爸就不知道是吗？都几点了，最近天津又不太平，快回屋里去吧，回屋睡觉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我上去睡觉就是了。哎，听话，赶快回去睡觉，上去睡。你也早点睡，别再熬夜啦。
一个人来的？嗯。没被人跟踪吧？嗯。哎，念叔。吓死我了你。怎么样，你好不好啊？还好。那你们谈，我去把风。是共产党啊！你，我和他是合作关系，是有原因的。那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？日本人呐，我们都痛恨日本人，所以我们才收日本人的物资。啊，龙彪先生，请坐。说吧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龙彪先生，你这么小心，
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看法？看法倒是没什么看法，不过现在道上都见不得跟日本人走得近的主，红七的下场你也看见了，我也不想步他的后尘，所以万事还是小心为妙。龙彪先生的做事风格我很佩服。客气话就不用说了，还是谈正事儿吧。您今天找我来，不会就为了请我吃顿饭吧？好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对唐四爷有什么看法？人家忠义堂是天津卫的龙头老大，我能有什么看法？好地盘都是人家占着。我听说五湖帮的人不比忠义堂少，怎么会抢不到这些美差呢？加藤先生，我龙彪做人直来直去，如果今天你想羞辱我的话，那恕不奉陪。哎，龙彪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怎么帮？帮你们五湖帮夺回码头这个肥差。你想怎么做？我自有我的办法，只要你肯跟我们合作，我一定让你坐上天津码头龙头大哥的位子。你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只要你保证日本人在码头的利益不遭到破坏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帮我夺了码头，我保证你货物的安全。好，龙彪先生爽快，我喜欢。我保证不出一周，你就是码头的新主人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先生。你们大家都看见了，这个忠义堂名曰忠义，背地里干的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，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被赶出天津？是。我龙彪在江湖上混了20年，结交五湖四海的兄弟，成立五湖帮，我们不能被这帮逆贼给欺负了。明天开始，我们就要把我们失去的地盘给夺回来。你们说这么做对不对啊？对。黑娃，你是个讲义气的人，
都知道你是从忠义堂过来的。明天，要是你不忍出手，我可以理解。龙哥，你太小看我黑娃了。兄弟们，我以前确实是从忠义堂出来的，但是我自断手指从忠义堂出来，从此以后与忠义堂就再无瓜葛。今天既然话说到这儿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以前是因为贪图小利，确实与日本人合作过，没想到合作完之后就被像狗一样踢出来。我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，所以今天我当着众兄弟的面，我对天发誓，谁与日本人合作就是我黑娃的敌人，对这种人绝不能手软。好，黑娃，算我龙彪没看走眼。那这么着，明天你就打头阵，给忠义堂点颜色看看，咱们把忠义堂和日本人一起统统赶出天津。快快去叫人。是。黑娃怎么来了？黑娃哥，你回来了。黑娃哥，谁他娘是你黑娃哥？哎，你们忠义堂与日本人合作，还他娘有脸在这儿混？给我上！打！黑娃哥，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？皮厚，你不也跟了唐四爷这个叛徒吗？黑娃哥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当初是你不辞而别的，我们哥几个为了生计也只能这样了。对，就像唐四爷为了生计一样跟日本人勾结，对吗？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从哪儿听来的？报纸上登的都是些谣言，况且是你跟日本人在一起。没错，我原来是昧着良心出卖过祖宗，被日本人耍了之后又像狗一样被踢出来，我对自己做出惩罚了，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你们忠义堂才是日本人真正的奴才。我今天是来讨公道的，但是咱们兄弟一场，我今天不动你，你回去告诉唐四爷，只要有我们五湖帮在一天，这个码头你们就别想独占着。走。四爷，黑娃就是这么说的。黑娃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居然投靠了五湖帮。四爷，咱们好几个厂子都被五湖帮砸了。听不清远方歌声空灵，雨不停落泥泞，扭曲了我的背影，笑眼中前行直到天明。数不清多少树叶飘零，湖面晶映出我黑色眼睛，江岸定共享太平是你对我的叮咛，烈火烧不尽我的坚定，烙在身体的印融入血里是我的宿命，
心上的四个字，天下太平，烙在身体的眼熟如雪里，是我的宿命，疼痛才天下太平。